2010年的第一天，行政院文件会、台中市政府、台中县政府与彰化县政府特别与台视合作，于当天与全球80几个国家同步欣赏201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文件会主委盛智仁与高雄县县长杨秋兴皆亲临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园区，与现场民众共同领赏。在座各位一定都很觉得很有被受祝福的感觉。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年啊，我想这一年一定是可以带给大家祝福满满的一年。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透过连线转播，分别于高雄县凤山市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园区、台中市圆满户外剧场、台中县立屯区艺文中心、彰化县园林演艺厅四地播出。当晚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涌进了3000多名的听众。在音乐会的尾声，盛主委与夫人携手开舞，引领民众一同共舞，增添新年音乐会欢乐愉悦的气氛。文件会媒体公关组高雄报道。